在呀，在呀。你要到2分50以内。但是我椅子推反方向看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，不然每次都要推过去再推回来。他说要爱护仙人掌，可是基本上仙人掌其实不能浇水，所以。也不是说不能浇水了。我记得仙人掌应该不太需要那么多水。2分30，好。